1988年2月26日，当天啥情况？半年前掉下一个，现在又掉下一个。这个案子确实存在许多的合理怀疑，这师徒俩肯定跟我们隐瞒了什么。案子过去八年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这个凶手厉害得很。所以这个凶手他还知道当年的事儿。师傅，我感觉有人在偷煤，我出去看一下。又来查当年那个案子了，好好一个人，我说死就死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个小人物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像我这样的人。